的老干，就说这个腿儿。哎呦，越来越滑了。这咋的了？站不住了。我寻思摔没摔过，一动没动，那个真结实。说完了，你们这附近就都可以随便走互动，然后从这儿来呗，行。欢迎来到冰雪大世界。怎么来这么多人呢？开不开心？亲爱的朋友们，乡村爱情十六昨天晚上在优酷6点正式开播。有个别的人看没看到啊？啊，好不好？我告诉你，谁看谁好。今天呢，我领着啊，这部戏里头我最烦的一个人就是他，跟我来了。这是谁呢？是我们《乡村爱情》里边一个最漂亮的帅哥，白清明，你们认识吗？哎，对，我跟你讲啊，今天不让来，非得跟着来，这好几天了，赖赖唧唧，非得要跟我来。哎，我儿媳妇就没来呢。我告诉你啊，其实今天王小蒙也来了啊，但是这个场面我们让他出场。那谢永强怎么没来呀？谁呀？谢永强。谢永强，他来干嘛呀？我来了就完事了呗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来就是看着你的。本来是我和小萌来考察冰雪大世界，然后是你看着我们来了，是吧？对呀，你来考察冰雪大世界不好使啊！我儿子都没来，你跟我儿媳，你们俩单独出去，我能放心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说，我就来看着你，不但我看着你，我怕我一打盹，这出剧你们俩有机可乘。我把我大孙子谢腾飞也带来了，打个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谢腾飞。不对，叫谢飞机。Hello。我是谢飞机。孩子，你再重新介绍一下自己啊、哦！来，大家好，我叫谢飞机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说我打盹睡着了，我大孙子谢飞机在空中可以航拍都能看着你，知道不？好了，谢谢大家啊！一会儿这个我们马上就要欣赏节目了，我们就给大家开个场，大家看好玩好啊，开心快乐！我们要说声再见了，拜拜。你把我塞里面去，我上哪看呢？啊，在这儿，在。哎呀！我说，看这人是谁呗？这人精神不太正常。你下大雪，多冷啊！你看他还穿个背心儿，这是乡村爱情最烦人的一个人啊！是什么？看到没有？在这还叫嚣呢！你来抓我呀！你来抓我呀！你说谁能抓他？这是甄嬛树，许愿树，许愿树哈、啊。对，那年杏花，你许个愿吧。啊，你许个愿。我许个愿啊。对，来，我许个愿啊。愿逆风如解意，容易莫摧残。许完了。我能保证你脱单，咱俩谁许愿，我保证谁脱单。来吧，你许一个，你许一个，许个愿，许个愿，快点。我希望你能正常点，就这么简单。就是这么许愿呢？对。哎呀，一点都不灵啊！一点都不灵啊！你是？哎呀！哎呦！哎呀妈呀！来，你看这谁呀？新年快乐！我儿媳妇来了，我一看呢。儿媳妇，刚才呀，你其实你不应该出现，你越来，你越出现，我越担心。你这，来看重点啊，你。还得特意跟我俩隔开了。对呀、啊，不是他隔开，我还得隔开呀。你看这个。各位南方的朋友们，各位旅游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美丽的冰城哈尔滨，来到我们冰雪大世界。谢谢你们的光临，感谢大家的捧场。我的老家哎，就住在这个屯儿，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啊。这么邻里乡亲多和睦，老少爷们儿更合群。徐总啊，对呀，挺好的。挺好。好好的。你好的。兄弟。好了，拜拜。现在马上来到了最不是人的那四个人的雕像下。你看一个一个，你瞅瞅哪个像个人，也就没戴帽子是个人，我就告诉你。
现在冰雪大世界山崖山这几个人都上的，多有生活呀，多有喜感。但是唯独我不太满意的是啥呢？第一，我是没有帽子；第二呢，就把我塞到中间，好像我是后来的，硬凑上来的似的。哎呀，这没戴帽子挺冷啊，是不是？夹缝中求生存。嗯呢，在夹缝中求生存。但是呢，说实话，能在这露个脸很不容易了，真的啊。现场的别光照相，来这几个雕像雕的，来你们喜不喜欢这几个人？喜欢。大点声。喜欢。最喜欢的是谁？叫我的名字，最喜欢的是谁？谢国春。谁说的呢？谁说的？你就有那种想法，你不也得当场给个面子吗？昨天晚上啊，《相识六》六点在优酷啊独家开播了啊，喜不喜欢《乡村爱情》？朋友们，只有你们的喜欢才有《乡村爱情》的延续，所以说我代表《乡村爱情》剧组。我儿媳妇儿白清明，还有我大孙子，感谢大家，能不能给我来点喊声？跟红的走啊，什么都有。其实你们给我做哪个表情包呢？应该是胡对上八跪的那个，给您拜年了。应该这个那好玩儿。啊！此时此刻。吟诗一首，往前瞅，往前看，冰雪大世界真壮观，往下一看，人真多。你是很能说。这豆浆好喝不好喝？我也喝一杯。赞。哦，我到你手上，别怪我。哎，是六零有你吗？有我啊。你一定要看我哦，你会看我吗？你说谎，我说谎要吞1000根啊！你没有了，好嘞。华喜真点我，请你刷卡。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、啊。欢迎来哈尔滨啊！来，丫头冷了哈，喝点不？谢谢。暖和暖和，丫头，热不热乎？小鸭子们不抗冻。其实说实话，我们心里也很热，他们心里也会很热。他冻得挺嘚嘚嘚嗖的那样似的。哎，你稍微送给他一点热的热饮，他最起码他喝一口他也舒服，最起码水热呀，它也是一种温暖。虽然东北的天气很冷，但是东北人很热情。一二三。